在这边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填一下。好，那然后我今天要提案的是在。哦，在这好，我是 Mozilla 的志工 Irving。那我今天有两个专案要提案，第一个是Firefox 的版本资讯。大家知道现在 Firefox 已经101版了，就跟这边刚好是101号一样，所以我们今天来翻译它的那个 release notes。那其实我们上礼拜已经有简单的中文翻译，然后要把它做成 HTML 的网页。所以如果有会 HTML 的人的话，可以来帮忙制作这个网页。然后出估啊，如果你就是网页上线之后，大概一个版本可以接触到就是3000-4000人这样子，那大家一起来帮忙做网页。那这个是大家知道 Mozilla 有在做一个语音资料库，就是有一个网站，然后让大家可以上来录音。然后我们有国语的录音已经录了5年了，然后我们今年二月也开始台语的录音，现在已经试出了第一版，有4个小时的语音。那我们现在还需要就是收集更多的句子跟更多的录音，那欢迎大家来写句子、整理句子，或者就是你会讲台语，你就来录音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是第二个专案，然后最后有个工商服务，就是我们社群有个叫做魔之工寮的场地，可以容纳20到30人左右，在忠孝新生就是光华商场的正中间，然后欢迎大家来使用这个场地。开源专案不是开放文化相关的专案免费啊，不是开放文化相关的专案就不能用这样子，所以欢迎大家来使用，我们非常需要就是大家一起来用，然后来把这场地的使用率冲得更高，然后让 Mozilla 可以愿意就是一直付租金下去，让大家一直使用下去。好，那这是工商服务的时间，就这样。